布鲁克林学院是一所开设初中和高中课程的私立学校，在这里所提供的优质教育绝对能装备学生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布鲁克林学院有两个校园区，分别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北约克及万锦市，这两个地方都以安全、有礼和亲善见称，交通便利。校区占地将近2万英尺，配有食堂、宿舍、操场，有稳定的师资队伍，每位老师都有多年的从教经验，是布鲁克林学生年年稳步升入世界名牌大学的保证。学校附近有大型的超级市场、图书馆、银行及医院，地铁和公车直达，并拥有设备完善的社区服务，是一个有利于学习和生活的地方。一个好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选择布鲁克林学院有事半功倍的成效。 At Brooklyn College, students experience positive quality learning of the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and an educational program designed to foster creativity, critical thinking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kills.我们聘用的所有老师都拥有安大略省认可的教师资格，学历均在硕士学位以上。高素质的老师是满足我们优质教学的必要条件。2013年，布鲁克林学院升入多伦多大学的录取率超过50%。我们的课程设置是丰富多彩的，更提供多种课程以供学生挑选，满足他们的学习需要，并有布鲁克林独特教学手法，能确保学生用最短的时间完成适合这个学生的教学，进入理想的大学。其中最热门的名校保送班和精选保送班是专门为寻求入读全球各大著名学府的学生而设，只要学生要符合我们的入读资格，便能享有我们严谨而多元化的培训及特别设计的重点课程，保证会全力协助他们升读心仪学府，实现梦想。布鲁克林学院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安全和健康的环境。我们设有国际学生宿舍，以确保海外学生对留学生活有一个愉快和舒适的体验。海外学生更可以选择入住寄宿家庭，在全英语的环境中加强互动，以便完全融入加拿大的生活。除此之外，我们为学生提供了很多接触当地文化的机会，以便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包括地球日植树计划、户外烧烤、自己动手做美食、参加美食节、社区志愿者活动等。这一切都能够让学生们了解更多关于加拿大的文化，同时加强了他们的英语沟通技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其中，自己动手动脑，培养组织和领导才能。I love studying in Brooklyn College. I really hope you can join us, and believe me, you will enjoy your future life and study here. 截至2013年9月，有超过500个加拿大和美国的大学向我们的学生提供学位，大多数都来自顶尖的学府，如多伦多大学、皇后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滑铁卢大学、西安大略大学等。在每年的毕业季之前，这些大学轮流到布鲁克林学院举行升学讲座，介绍课程，希望录取我们的学生，因为他们相信布鲁克林的学生是优秀的，这使我们的学生非常受益。 I joined Brooklyn's Elite Program in 2011. I received offers from Ivy, Schulich and Roman. Here I really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the Brooklyn's teachers.能够有如此骄人成就，全靠一班优秀的老师们孜孜不倦的指导，以及同学们坚持理想、辛勤苦读，为此我们感到非常自豪。亲爱的同学家长，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请记住，踏入名校之巅的起点在布鲁克林学院。